我市新一轮的打拐行动取得了新进展，警方彻底摧毁了一个横跨14个省份的特大拐卖儿童犯罪团伙，从人贩子手中成功解救了77名儿童。被拐儿童从数周到6岁不等，据人贩子交代，其中最小的一名才7天，是从医院产房盗走的。公安机关抽调民警。 对被解救出来的儿童精心照料，对患有疾病的儿童全心救治。妈，吃饭了。妈，吃饭了，您快坐过去吧。您不坐我家，他们消停不了。全力打拐，帮助被拐儿童踏上回家的路。打拐再行动。哎呦，这么小的小孩真可怜。 哎呀，妈，你挠我干什么？我身上不痒痒。这小子只是靠着垫子。我看你腿不痒痒，心痒痒。你心不痒痒你？我可得算清了，咱家分房款这事谁都不能落。啊，就说我吧，我和大壮又没孩子，我们想开个小饭馆都没钱张罗。我不靠娘家，我靠谁呀我？妈，别听我姐瞎嘚瑟啊，她这儿有哭穷的，我告诉你。 什么叫哭穷啊？你姐我是真穷。哎呦，吵吵什么呀？这看我电视，瞧你们这折腾。看那俩孩子怎么着了？被不法分子转卖了数次，最后这残小的小孩真可怜，打残了要半天，这人贩子就得枪毙。哎呀妈，爸，我跟您说，这人贩子该枪毙不枪毙，死不死活活跟咱家没半毛钱关系啊！咱家就一件事儿。 拆迁，这老太太，我跟您说，妈，我都已经算明白了啊，咱们家拆迁啊，一平米补偿咱25,000，咱这96平米，总共补偿咱房款240万，我们兄妹三个人分，一人分得80万呢。哎呀妈呀，这八十多万呢，这么多钱啊！我这多少个零啊？大伟，哎，大伟，大伟，麻将，大伟。 别玩游戏，赶紧出去！房子都要被人抢了。啊，行，等我过完这关呢。过关过关，我看我们家财要过这鬼门关呢。咱们家哪有钱买房的，全都指望着你了。你赶紧出去！哎，行了，我知道。你干嘛呀？你整天就找玩游戏，你妈你少爷没听见呀？哎，我正跟你说话呢。 生日蛋糕一会儿会有人送过来的。现在不行，刀马上就要架在我脖子上了。就这样。什么？刀架脖子上了，还拉着警报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但是经过我们多方努力寻亲，至今仍有两个孩子无人认领。市社会福利院暂时收留了这两位仅有4岁的双胞胎女孩。拐入地，包转地。 拐入地，这么多三个环。哎，怎么了妈？哟，妈这怎么了这是？哎，得，我也不管您怎么着了啊。妈，您可是知道的，当年是我花钱从爸爸在厂子里把这房买的，对不对？这房子怎么拆也是我的。妈，您给个痛快话。对了，还一事，咱那房产证放哪儿？ 我找遍了都没找着，这分房款咱全家人人有份儿，您可不能偏向三儿啊！哎，妈，妈，别去！哎，你放着，妈，妈，您可不能不认账。我当年生大伟的时候，您可当时跟我说好了，以后这个房子您是留给孙子的，那就口头遗嘱啊。您今年73了吧？ 俗话说得好啊，70三80四，阎王不孝自己去。哎，你说你妈一有个好歹，你叫死不瞑目啊，妈，你知道？哎呀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哎，干嘛呢？啊，大哥，你先躲开，这儿没你事儿。你敢咒我妈死，我把你嘴给撕了，你信不信？找死呢你！哎，干什么你？我推你呢！你给推我！干什么你们？快点啊！
你别动啊！使劲打！这人不是姓刘，我告诉你啊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就为了一个破房子，兄弟反目，姑嫂成仇，瞧你们那点出息，都咒我死是吗？都是我的错，我伤天害理了，遭老天爷报应。那句老话说得对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警车来了，警车来了，还有人来管了。小心点啊！哎，主任，不，不，你听我说，我这有点心情了。大概有八九个民工跳楼讨薪。对，没错，我现在就在现场呢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你给我留半个版面，听见没有？我回去再跟你说啊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你们不是不服吗？今天我让你们服。房产证摆在这儿，这上边是我的名字，所以房子的事儿我说了算。妈，您真是老谋深算呀！您啊，你还留这么一手，你这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爸爸遗孀，当年咱家穷，拿不出五万块钱买房，没错，是三儿出的钱，可是这房本的名字还是我。妈，我就知道您给您孙子留着呢。哎呦喂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您不让我活了吗？您这是？哎呦妈呀，你这是往死路上推我呀！我告诉你妈，您今儿要不改这主意，您要不把这本给我换了，我你想怎么着啊？我就自残，我让您养我一辈子，我不活了，我。快下！哎呦喂，妈！不想活了，妈，看看怎么？哎呦，我流血了！哎呦，我这不行了！快去拿纱布！哎，快点！哎呦，苦肉计，真好笑！哎呦妈呀，疼死我了！您要想让我不疼，您把那房本的名字写到我身上来吧，我马上就好了呀，妈！您这三儿几滴血改不了乾坤，240万房款人都有份儿，你一人说了不算。这冤家伤着骨头没有啊？伤着了呀，这肯定伤着了呀，还连着筋呢，骨头碎了没事儿啊？妈，您要是不给我那房本，我今儿我就跳下去了。跳啊，跳你也白当回烈士。妈20多年前已经就说好了，这个房子留给我们大伟的，你闪电的。妈说什么呢你？那你给我拿来。拿来干什么？动手啊！妈，我这情况您是知道的，对不对啊？我离了婚了，孩子也没有，我做买卖我又赔了，我是现在要什么没什么。妈，您今儿要不管我，我就是真没活路了。今儿，哎，你不是逼我吗？是不是都逼我？我今儿就给你来一个，哎，我把这手他妈剁了，我挨你。我来吧，我来，放着，你放着，你放手。我你剁我你剁呀、啊！
你就是剁成了芥末鸭掌，这房子也不是你的。妈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师傅们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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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别过来！你们冷静一点，听我说啊！我知道你们进城干活不容易，没白没黑，舍家撇业的。你们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要赖钱的意思。可是，30万现金对于我来说，我现在实在是拿不出来。韦阿姨，李姐现在在楼顶跟人谈判呢，她没法接您电话。我是她秘书。你们看那儿，看那儿啊！要建那些工地伟大的广告牌，所有的铁皮钢筋，我拉了好几辆车，这些都得需要现金，而且还有占地的费用，所以我现在实在是资金周转不过来，请你们体谅我，行吗？你不要东拉西扯的，我们要钱，就要工钱，不钱，你快点，我们要钱。别着急，你们听我说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们上楼。要不然这样，我把东西先压在你们那儿，行吗？可以吗？那我这块手表是名牌，挺值钱的。还有，那我这有电脑，还有我的包。我这是名牌包，全押给你们，行吗？我们就要钱，我们就要钱，我们就要钱，要工钱。那我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广告牌第一笔款回来了，我先给你们，行吗？这样，我写一个空头支票，上面我不填日期，可以吗？要忽悠我？不行，别忽悠，你骗我们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就一点，如果不给我们工钱，我们就跳楼。什么？给人逼到楼边了？啊，不是不是，阿姨，他不要命了。哎，您别着急，您别着急，就是跟谈判没事的啊。我会看着他的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我告诉你们，房子是我们大伟的，你们谁都别想漏油水。哎，嫂子，跟你说哈，这房子是钢厂分给咱爸的，儿女都有份儿。哎，你们看没有，这老算盘是咱爸当年用过的啊。我结婚的时候从娘家带走了，今儿把它带回来。这算盘注意拨了，那就咱爸再说话都得听他的。哎，别敢拿死人压活人，只要我活一天，咱们家的官司我说了算。这房子不能分，就是死了都不能分。楼上的人请冷静，千万不要动手，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不要动手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大家冷静冷静。妈，警察来了。哎呦，把警察都招来，这丢人现眼，丢人现。妈，正好这不警察来了吗？我给他来一个现场直播，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这家有多冷血，我妈对我有多狠。大家冷静，丢人现眼的东西。吓死我了，阿姨，不是李姐。喂，阿姨，喂，喂，阿姨。妈呀，了不得了，了不得了，这消防队都来了，我这老脸丢尽了我。妈，这好像跟咱家没什么关系啊。拿个电费的，拿个电费的。这是我宝马车的车钥匙，车就在下面。给我3天时间，3天以后你们来找我要钱。我要是给不了你们，你们就把车卖掉，车跟工钱是一样多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接着，就相信他一次，我们这次就相信一次。妈，我跟你说哈，这三儿他就是搅屎棍子，他把咱家都搅浑了，他。
你还别说这话，我就不怕这事儿。我跟您说啊，当年我有钱的时候，我拿钱给家里买房子，现在我垮了，你们就这么对我呀？啊！大伟千年，你们全都给我出来，咱们家人多啊，把你小叔子这个臭老鼠屎从咱们家锅里给我舀出来！不是你们说这叫房本吗？他就是炸弹，今天我把他引爆了。我跟你说，趁着家人齐，我把丑话说头了。这房子，嗯，不是大伟呢？啊，把他跟他媳妇儿都给我叫出来。大伟，大伟，哎呀，又干嘛呀？这烦死了，整天。奶奶，你快进去管管崔伟吧。他这哪是跟我结婚啊，简直就是跟他电脑结婚了。从结婚以后，他什么都不干，就知道在他屋里打游戏。我告诉你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不过了。在家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家吗？啊！老太太怎么了？老太太，喂，120吗？又是老板，真是老板，真棒！老板，真漂亮，还能买到多少？李姐，你没事吧？没问题了。谈判成功了，可是那车，再想办法吧。啊，来来，把电话给我。今天是我妈妈80大寿，我还要赶快回家给她过生日呢。哎，姐，阿姨她怎么了？哎呀，刚才你在楼顶，我跟阿姨不是在通电话吗？然后有个记者在那拍照，她一不小心掉下来了。然后我一着急一喊，电话那边就没声了。什么记者掉下来了？就是，哎，就是她，镜头盖。嗨，嗨，你是哪儿的？哎，你是刚刚上面那个老板是吧？谁让你乱拍照片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一名记者，我觉得广大读者都有知情权，我也有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你不用给我打官腔，读者有知情权，那我还有隐私权呢。请你现在当着我的面把照片删掉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非要让我删，怕我曝光吗？别拿曝光来威胁人，你们我太知道了，不就是想让我们公司多订点你们的报纸吗？还有啊，给你们自己弄点事儿，搞点红包，对吗？如果我们不搭理你们的话，你们就会拿曝光来吓唬人。你们这些狗仔队啊，就唯恐天下不乱，是不是不弄点杀人放火的事儿，你们就没饭吃了？赶快删照片。你知道吗？我不但不会删，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天的头版头条上会加上一条，就是女老板羞辱铭记。不会跟你废话了，这照片你是删还是不删吧？我是绝对不会删的。那好，我自己来删，给我。你能别这样吗？有点礼貌可以吗？哎，这位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不会删的。你现在就删。你先赔我相机盖。你先删照片。那你赔不赔呢？你删不删啊？我不会删的。无赖。喂。医院。我忍了。你说什么？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到。怎么了，浩源？坏了，我妈妈突发心梗，现在刚刚被送到医院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快点去啊！有车吗？外面？快点，我去看看。我们医院有人出人命了，而且打不到车，能不能帮帮我们？我们这个救护车是别人叫的，我们得接一个孕妇，早产、大出血，很危险的。让开！喂，嗨，送我去趟医院。凭什么？别废话，快走吧。
小心点啊！一定坚持住啊！慢点，死青，你也跟着，随时跟我汇报。快去，行，跟着，快点吧。你放心，妈妈啊。快去，别进，你在这儿愣着干嘛？你也去。妈，那么多人，我个当公公的陪儿媳妇生孩子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公公怎么了？人命关天，我告诉你，有点一清二楚，我跟你没完。赶紧去。哎，红兵，啊，你说，妈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妈，我跟您这么说得了，这次可是凶多吉少，您呢，就等着赎罪吧。那个儿子，孙媳妇儿早产，怀胎八个月，不是老话都那么说吗？七活八不活，又来这么一回。那个儿子，你跟妈说说，你说这世上这真有轮回吗？啊？哎，那个，我不许跟着我。去哪儿？你真把我当司机了？我是急诊室在哪儿？在那边。我妈怎么样了？病人年纪太大，大面积心梗，恐怕回天无术。大夫，我求求你，一定帮我妈治好。用再贵的药，花多少钱我都没有问题。大夫，我求求您了。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快看看你妈。妈，我在这儿，我来了。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今天还是您的八十大寿，我把蛋糕都给您订好了。妈，子儿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。我知道，妈，等您好了以后，咱们回家慢慢说啊。来不及了，一个。三十多年的秘密，不说，我死不瞑目。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三十年前，我有心脏病，不能生育。就在这家医院，我和你爸去产房抱了你。你出生才两天，三斤重。你说什么？妈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，你不是我亲生的。妈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妈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我不是你亲妈，你要去找你的亲妈，还有一个孪生妹妹，和你是双胞胎。我后悔当初没有一块把她抱走，子儿，子儿。我走了以后，你要把我的骨灰撒在云彩里。我要去找你爸，我要跟他一起看世界。
出血了，你先让我过去。喂，大出血，我们这儿都出人命了。哎，跟你好好说话，听不明白怎么着？没事，算了，小心他讹着你，他想多讹几个钱。讹钱你讹钱，你让我进去。太夸张了，我媳妇都快生了，让开，让开，要不打110，让警察收拾你。等会儿啊！哎，小伙子，你跟我来，我认识一条路，从那个北门也能去产房。对，北门也能进。110吗？岳母，我这儿有人最终闹事，赶紧过来。什么东西？便宜了你们，便宜了你们！你别跑啊！警察来，你跑什么呀？血了，都昏迷了。可是我们医院门口有两家在闹纠纷，我就从北门把他们送到产房去了。这前后就不到5分钟的功夫，我怎么知道大堂会进水啊？不是进水了，简直就是灾难。大水不但淹了不少办公室，还引起了断电。要不是医院有备用的发电设备，手术都得出大事儿，损失大了去了。我们后勤已经决定辞退你。主任，你可不能辞退我！我原来的工厂垮了，现在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，我丈夫去年还去世了。主任，您就再试用我几天，行吗？冬梅啊，这是医院的决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再说了，我们又不是福利院，走吧。妈，哎呦，大哥，生了，哎，生了，生了，双胞胎，2000斤，双胞胎。嘿，大伟这两口子可够毒的啊，这偷偷摸摸的憋着俩双胞胎，愣不吱应一声。妈，怎么了？大哥，没事儿，家都这样。实指望着呀，大伟给生个儿子带伴儿的，这不就有重孙子了吗？这倒好，大伟给生出俩闺女来，太太怄气。妈，您别着急啊，等我有朝一日挣了钱，我给您娶一漂亮媳妇儿，我一口气给您生6个带伴儿的，有一个不带伴儿的，我自个儿给安上，您信不信？俺说咱们家双喜临门，我该高兴，可是我这心里的我，妈，大伟给你添了俩重孙女，你都当太奶奶了，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。就是啊，妈，再怎么说咱家这也是添丁进口啊，对不对？您得乐乐呵呵的呀。妈不是不乐呵，我这心里头一提一件事儿，我就流血。我妈，
你又想起小四儿了，妈忘不了。这一家人吧，要活得一块儿活，要死一块儿死。妈当年要是实在是有法子，我不能把亲生骨肉活给扔了。 你说要是落在好人家吧，妈这心里头还好受一点；你说要是落在人贩子手里，哎呦！妈，我都跟着生了辈分了，我这么快就当姑奶奶了，我就煮红鸡蛋去。我妈，您怎么了？你说咱家八辈子才生一对双胞胎，你得高兴才是啊！ 再说了，您不又多了俩小棉袄吗？小棉袄，小棉袄，咱妈这是怎么了？妈又想起小四儿了。 说是销户口时候用的，出示和死亡日期都要写清楚。今天是我妈妈八十大寿，她临走之前告诉我，要让我去找我的亲妈和孪生妹妹。 穿的吗？您真有先见之明，您早就准备好了。就是妈，你怎么知道倩倩要生双胞胎呀？还做的花的，妈，您早就知道倩倩要生俩女孩啊？呵，闻闻啊，都有棺材板的味儿了。这东西可有年头了，还给倩倩呢。三儿说的对，这衣裳。 有年头了，三十多年了，是我一针一线做的压箱子底儿三十多年，它就是我的心病。 是小三妹妹做的，怎么还做了两件啊？因为小三他不是一个人，是我俩闺女，双胞胎啊，双胞胎。我左手。 抱着是小锁，右手抱的是小右。我埋藏在心里三十多年，三十多年。姐，阿姨的后续手续都已经办完了。 就剩下告别了，姐。
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我要是看清楚一点，要是没有说错话，阿姨也不会。姐，对不起。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我还有目的，我都帮你问好了。不用了，我妈妈临终前的遗愿，就想让我把她的骨灰撒向天空。这是业务部联络的广告牌发布客户名单，电话都打过了，可是一个都还没有定下来。尤其是大华集团态度特别的傲慢，不用跟我说业务，我现在没心思。头条姐姐，哎呀，你坐这儿来了。哎，都这么大的医院，玩什么藏猫猫啊？我刚好心带你过来当了回司机，你也没说。我不是警告过你吗？不许跟着我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的采访才刚刚开始，我们就聊两三句话，可以吧？你看镜头盖被你踩成这样了，但是没关系，不用你赔。赔什么赔啊？你还好意思到这儿来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说错话，我也不会害得阿姨犯心脏病，害得阿姨猝死。啊！我只是从墙上掉下来，怎么？阿姨，你妈妈，听我说，当时我确实是在墙上拍照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因为一个苹果，我为了躲一个苹果砸我了，结果我就掉，可是我摔下来，我觉得这事儿不怨我。李子，请进，跟我们过来一下。没完呀！我就在拍一张。哎呀，拍什么拍呀？你还要追到太平间去拍呀？今天可是人家妈妈的80大寿，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？人家妈妈刚刚去世，临终的时候还告诉她不是亲生的，让她去找她的孪生妹妹，一堆事儿堆一块，她已经够崩溃的了。你能不能别再给她心里边添堵啊？不，等会儿，你刚说什么？她妈妈今天80大寿，然后亲妈、养母，还有孪生妹妹。真的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你去死！